会这样？蝉和谢君将我除名了，可他之前明明还表扬过我，这流萤石也没了，为什么？大强，为什么？跟我来。仙考时以身为饵，救了所有仙女性命的司命殿小兰花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。仙考魁首自然记得。他既为魁首，却不收他入涌泉宫。兄君多虑了。那你为何单单将他除名？因为他不配。哦，可我听闻你对他不吝赞扬，称他有勇有谋，至纯至善。纵然如此，他也不过是云梦泽一棵普通的兰花草罢了。若不是得到司命的机缘，他根本没有机会来到玉京开枝化形。更何况他仙根损毁，于修行意图毫无资质，若是入军历练倒也罢了，我涌泉宫内怎会收一个比最差的仙意都不如的卑贱精灵？现在知道为什么长恒不收你了吧？兄君，这等琐事何必挂心？现在最要紧的是查明碎器之事，找出幕后主使。去吧。